啊，这几年我们很奴了，对啊，真的很奴了、啊，已经到。我刚才在台下，我自己直播也听干哥这边讲话，听得我都生气了。对，还讲到一个姓曹的，是匪类啊。对啊啊啊！啊我不能讲他匪类。对，哎，他能讲中天匪台，他可以讲你哦吗？对啊。啊，我讲到匪类，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啊，这是不是可受公平？对啊，这怎么不能受公平呢？对不对？哦、啊，这个匪类，他是哪一帮的呢？蔡匪帮的。哦，蔡匪帮的。啊、哦，所以这个匪类的匪球，叫蔡匪球，蔡匪球、哦。对，这匪类嘛，对，这几年怎么吃的嘛？对不对？吃个油细细，是。哦，吃东吃西，啊，咱吃啥？你吃什么？吃土啦！吃土啦！对啦！啊，我们天天被他们在那边啊走过去，想说我们好好的过个生活。是啊，说什么台湾是什么行人地狱？哎，我跟你讲，我们国民地狱啊！老百姓好好过个生活，走过去他给你伸脚绊倒啊！对，啊，给你一颗臭鸡蛋，对，吞了，吞了！啊，不要怀疑啊，相信政府，相信党，叫你吃，这爆的了，这赞的了。啊，你还怀疑？啊，确实啊，鸡蛋吃不够。对，哦，对了，鸡蛋吃不够，症候群，脑筋太清楚。哦，要吃较侪，你就知影，相信政府，相信党，第一步的啦。哦，哦，对，这贴补啊水，等于相信政府，相信党。对，你甲烧掉，配烧地甲拎落。对，三顿饭了，配烧地甲拎落。是，考试一百分。考试一百分。啊、哦，父慈子孝。哈、哦。真强有志的功能，你有要信无？啊，这政党唔得安尼甲咱骗，是啊，啥物拢会使？啊，电价要涨哦，啊，乖乖涨，这个不符国际成本哦。嗯，我咧，哎、啊，原来核能发电就好好的，又安全又干净。是啊，啊，就可以在那边废掉，为什么？哎、欸，什么？赖清现在要选总统，对，要当院长哈、哦，也当过院长，当副总统，当执政党党主席。嗯哼，他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我请问一下。国际油价没有这么高，台湾的油价一直往上涨，那、啊、中间的差价跑去哪里？有没有人跟你交代过？有没有人交代过？没有。一刀就进民进党口袋了。哦。啊，全部给你说要用天然气发电。对。啊，又跟你说明天要打仗，要准备好，有没有准备好要打仗啊？啊。啊，天然气进不来啊，他装作不知道。装作不知道，对。啊，天然气这么贵啊。嗯。啊，又不安全呐、啊！嗯哼，啊，储量只有七天呐、啊！啊，我们海岛国家98%的能源靠进口，没错，这叫做重视国安吗？对啊，被笑了，对啊，被笑了，下架民进党，下架民进党，谁说的？真的，说到做到哦，对，说到做到，没准没吵，我都对。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公平正义了，我们要的就是一个主权在民了，没错。我们要的就是做一个理性平和，好好去投票下架贪腐集团的中华民国好国民，对不对？对。刚才干哥讲到了一个我很痛的东西啊，叫台湾 National Day 哦，台湾国庆日。我去哪边参加台湾国庆日？去哪边？没有嘛。哦，啊就没有啊。嗯，我曾经在某三立某台电视上面，廖小军还有什么王定宇那些在那边，他们在讲什么啊？这台独啊什么啊，国庆啊什么的、啊。我说啊，不然这样啦，如果你讲得出来哪一天是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哪一天你们推翻了蒋匪政权？对，讲出来哪一天，我帮你放炮啊！丢啊！啊，我卖好小丢。嗯，公道吧？对，啊就没有嘛，骗什么？去年的国庆是不是就给你们搞台湾 National Day？ 对，小弟去年用无党籍选了个市议员在桃园，我不是为了自己真的多爱当一个议员，我是为了很多无党籍的弟弟，我用无党籍去选。嗯，我要跟他们说，哥哥帮你们挡子弹，没关系，不要怕。嗯，就为了这样而已哈。嗯哼，好，来，台湾 National Day， 去年国庆晚会在桃园嘛。嗯哼，那边是一个大工地，嗯，还在炒地皮。是，我就去那边说啊，
没有台湾 National Day。There is no such holiday exists、yeah.。没有存在这种日子啊，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就是、ROC National Day。对。中华民国国庆是1911年10月10号纪念武昌起义。对，这是我们国家象征主权独立，独立于什么之外？独立于大清帝国之外。没错。然后每一个省在联合起来组成了叫中华民国。他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叫谁？叫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也是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对，好。三民主义当然叫民族、民权、民生，不是民有、民治、民享哈。好，来，今天不细究三民主义。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好国民，我们最起码要诚实啊。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就是因为不诚实，没错，又为了要骗，骗的核心是什么呢？骗完选票，骗钞票啊，各位！对，这是重点，重点啊！刚才讲到国安，讲到食安，我想问一下，前几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教育部推出那个广告？叫什么少子女化的什么办公室？啊，对，少子化办公室。它上面说一个年轻爸爸，有两个小孩，是哦，有一儿一女，然后对，他回家很开心的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这边有1000块，我明天买了一个公仔，你帮我收哈。”啊，这样子啊，结果后来他妈妈给他换成小孩要用的东西，是，这有意义吗？你要鼓励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好好生小孩，你教育部怎么好去说？任何一个人可以不经过同意就把他的钱花掉，拿去换别的东西。是啊，教育部适合做这种广告？这根本就是反教育嘛，这是不当的教育啊。对，所以这个政府搞文化大革命，搞到头壳坏去了，真的坏掉了，你知道？然后你这样子，年轻人还真的敢生小孩吗？哎，他们那个少子女化办公室是真的要想办法让我们少子女化哦。你听出来了吗？对。名副其实哎，民进党所有都在骗，啊，民进党骗完说什么少子化之后，哎，你就觉得天哪，你们这个少子化是玩真的，真的要想办法少子化。对，我告诉你不奇怪，就像民进党性骚扰一样，啊，他们的性骚扰委员会是性骚扰执行委员会，不是性骚扰强制委员会啊，防治委员会，对不对？对啊，性骚扰委员会嘛，是民进党不就党中央直接就处理了吗？啊，对啊，不是你把你的小孩养大，辛辛苦苦养大，如果他对国家有个憧憬，是以为说民进党真的是青年情深爱乡土，进去民进党服务，男的女的都被男男女女性骚扰了，你知道吗？是，你新闻没有看吗？Me too 是在 me too 民进党哎，对，多么恶心的一个烂政党啊！是啊。你认为你养了一个小孩，如果是一个女儿，亭亭玉立、漂漂亮亮，当一个女记者，你知道会被他们的新闻局长、总统府发言人抓去办公桌吗？这是什么烂执政党？好可怕！那我们还要再这样继续被荼毒多久？我们自己投这张票，你有想到你是要做国家的主人，而不是选一个人出来做你的主人吗？真的。我们天天在那边脑袋被涂的绿绿的、蓝蓝的、笨笨的，我们有为自己、为父母、为子女着想过吗？对啊。哦，我们必须要讲，我相信中天是中正、客观、公正、客观、中立的一个电视台，对，所以他才会被民进党看不过去。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们继续要把正能量推出去，好不好？好。我自己出身媒体，跟干哥一样，我们跑新闻出身的，对，我们对于那种假的、骗的，就真的受不了。没错，哎，说句实在话，我们如果说报了个假的事情，和我们讲了个假话，也就是说谎，甚至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把假的东西放出去的话，我回家晚上睡不着，嘉欣也是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有良知，对不对？良知真的很重要。我们刚刚讲到小孩，我们讲到国安问题，
嘿，从外面讲到里面，好不好？你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打多久了？哇，一年半以上。又进入冬天了呢，他们那边现在已经零度了呢。对，非常冷。还要再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1500万人当难民。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嗯哼，因为人家有60万平方公里，旁边有很多邻国，波兰、捷克等等。对，请问我们旁边邻的哪一块土地，你也在招楼，你也在招一堆，跳海，你就要收水的吗？你也在收去夏威夷吗？啊，无收来对，唔知啊。啊，咱这什么政府？垃圾政府。啊，小孩养大。说哎，这个军训4个月不够哈，要当一年。嗯哼，因为美国人叫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对。啊，美国是因爸爸，不是阮爸爸。是啊。我是欠民这真多哈。嗯。你有欠民进党无？敢无？欠我呢。欠民进党也去我看者。拢无嘛？对啊。你们都错了。为什么？连彭阿干在内，你们每个人都欠民进党，我也欠。啊？国债都5-6兆了，你还不欠呐、啊？哦，是这个逻辑 ，OK。哦，你以为你不管他，他不管你哦？嗯，他管死你啊！没错啦，真的。假你讲个告告嘞？嗯，你不要以为你不理他，你就没事。哦，你不管政治，政治管死你呢，大家。没错，对。啊，今天你说，哎，我生活里面跟政治无关，拍谁哦？嗯哼，水每一度涨一块，跟你有没有关？有，是不是政治？电一度涨5块，跟你有没有关？有，是不是政治？是，不是政治，是贪污，是不是嘛？是。啊，你真正欠民进党都遮多呢？对，欠个舔舔呢。嗯。我们要怎么办？躺平吗？下架民进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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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为自己想，要为你的父母想，要为你的子女想。没错。哦，现在每个县市都在给你啊、这个哦，这个新房子哦，这个新的开发区、嗯、哦，从化区哦，一坪啊什么几十万、上百万呢、啊？对啊。哎，这不是老百姓要的啦。对、yeah.。不是啦，超过80%的人、嗯、一辈子不管在台北市还是在屏东县还是台东县买一户房子就是他一辈子的事情，对不对？对，你一辈子一个不小心就赔进去当房奴了。嗯哼，嗯哼。啊，有的人现在说哎，房价这么高，爸爸妈妈为了小孩要结婚要换房子、嗯、把老房子卖了只能当头期款。是啊，然后再去贷30年的房贷。对，30年房贷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一个小孩20-30岁，他跟他的太太一样20-30岁，两个夫妻一起工作、嗯、拿着爸妈旧房子换的头期款去买了一个新房子，他开始继续背30年的债，30年房贷。对，这30年你不要有一天生病，不要有2个礼拜不能上班，要不然你的房子准备拍卖。是，谁给我们这种生活？民进党。中华民国的宪法对于土地，那个叫做平均地权，嗯哼，那个叫做涨价归公，没错。但这几十年来，这些不诚实的政客全部搞成财团政客，肥滋滋、爽歪歪，老百姓苦哈哈，嗯哼。我们的小孩的明天在哪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没有明天的。前几天，我们另外一位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蒋德纲，在《中国时报》有一篇专栏。嗯哼。上面写了，我很有感慨，说1986年，民国75年了、啊、哈，我咋会，我多少咋会，嗯，哦，那时候最流行的一首歌，你一定会唱，啊，叫《快乐天堂》啊，快乐天堂，大象长长的鼻子像耳朵，对不对？嗯，我们相信呢、啊，小孩觉得很好啊，嗯哼，然后那时候还有一首歌也很红。叫做明天会更好。对对对，彭华干，嗯，那时候已经比较大了嘛，已经75年，75年我退伍啦，退伍了，出社会了，嗯，登短郎啊，登短郎，还没有结婚就把结婚以后可以做的事情都做了，这个哈、哦，重点来了，
重点在他退伍了哈。重点是什么？重点在这种年轻人知道明天会更好，因为国家有愿景有方向。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充满着期望，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当记者，就是当我的本科的工作这样的。你相信明天会更好？我相信啊，因为你知道肯努力，明天就有好日子过。我会有前景，我会有憧憬，而的确，我也做到了。这30年来，谁在执政？是不是国民党？是。我做到了，我不但做到了记者，还当到了名嘴。也许不是什么显赫的工作，但是我的确曾经发达过。问题是，嘉庆现在要讲重点，重点是。现在的年轻人有这种未来可以想吗？完全没有。大部分领低薪，承受着刚才讲的高房价，还敢想未来吗？嗯哼，要想未来，你必须先想什么？诈骗。哎，你若无走去西药房卖药啊？嗯，你就要做诈骗，你才有前途啊！你才太有钱啊！你什么高干啊？停。不做我们什么时候变这种烂东西？不做诈骗好像还很难出头，是不是啊？你不卖药，不做诈骗，你怎么赚钱嘛？线上1800人都是嘉庆的功劳，大家拍拍起来！各位的功劳，绝对是各位的功劳，还有干哥的魅力啊！等一下我们会请干哥唱一首歌，什么？唱什么？明天会更好。漂亮，有干哥就会更好。那是一个梦想，可是年轻人的梦想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必须要想清楚，国家欠年轻人很多，嗯哼，因为国家要有方向，要能够稳定和平，嗯哼，年轻人才会有未来，是不是？是。现在我们要的就是安居乐业，这么简单而已。对，就是这么简单。哦，我们常常听人家在跟你讲说什么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最简单的啦，真的就是安居乐业4个字啦，就是。不要打高空，不要给我们讲那些543，没错，我们就看你们这些，哎呦，人模人样的衣冠禽兽的，对，然后在那边糟蹋别人的儿女，对，毁坏人家的名节，嗯哼，然后用国家的预算想办法编列成你好吃下肚子的那种模样，没错，连司法改革都能够长成执政者要的模样，对，这是不是很可怕的民主噩梦？对，各位啊，今天我毛嘉庆站在干哥站在中天庙口开讲的台子上，哪一句话讲的是谎话？嗯哼，有哪一句话讲的夸大吗？没有。这些在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过去这7、8年你我共同的记忆，跟我们在面对的压力，对，还有我们看着年轻朋友那种无助躺平的状况，我们能不站出来吗？不能，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好不好？好。今天台湾，今天中华民国需要有诚实的力量，嗯哼，我们必须要理性务实，嗯哼，我们必须要看好哪些人是一定要下架的贪腐集团。没错，我们的好朋友，对，韩国瑜，嗯，跟我们说过一句很感动的话，我相信你们都记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下架贪腐集团。苦民所苦，解民所苦，对，我们就是活老百姓，嗯哼，我们都是活老百姓，是，我们看问题不要带着政客脑袋，不要被涂得蓝蓝的、绿绿的、笨笨的，对，越涂越笨。你生下来又不是阿凡达，为什么要跟人家说你是蓝的？是啊，你生下来难道是史瑞克吗？还跟人家说我是绿的？对啊，笨蛋。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对，笨蛋，你是你小孩的，没错，笨蛋，你是你的另一半的，嗯，笨蛋，你是你自己的，你的大脑能够自由吗？还是你真的就喝了那铁浮水，叫做相信政府，相信党，嗯，你不敢去想，
因为你看到坏人在为恶，嗯哼，你看到人家在集体霸凌一个人，嗯，一群网军扑上去咬他，嗯，你不晓得这几百几千个账号为什么讲的话都一样，是啊，但是你害怕自己被霸凌，对，所以你沉默了，嗯哼，各位，坏人的嚣张始终来自于好人的沉默啊，是，这一次我们不能再当帮凶，所以嘉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家长要培养小孩子独立思考的力量的能力，对不对？是，将来你才不会被涂绿或涂蓝，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嘛。一摇，我们许多人都老啊。如果你们小孩子自己还不知道你要怎么独立思考，要选择你的未来的话，那你就彻底完蛋了。真的，我们今天哦，我跟干哥，我们这种年纪也都是。所谓的什么什么扛世代，扛世代，扛着、哦、要扛着啊，上有老下有小，哦，对，希望明天会更好，对，没错，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干什么呢？要让你的明天会更好的话，你不但要想清楚，脑袋清楚，我们不再是有蓝的或是绿的，而且我们要的只是一个什么叫做正确，只要它是正确的，你就应该努力的去做，而且你要教育你的下一代去选择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人云亦云，就是嘉庆刚刚所讲的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你的良知会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错的，对不对？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